其实我觉得大家一直对我都有一个误解。这几年找我演了 N 档的台语戏，其实我不会讲台语，你们都误会这件事情，你知道吗？不管什么原因啊，我就是对你这块做工作的态度，安尼头兴兴，尾冷冷的。头兴兴，尾冷冷的，是不是？好，第二句哦，来再一个，一瓜。再一个，好，来六秒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。那时候多好请假。一瓜情绪就被发现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建宏，然后我是 Junior 韩一邦。感觉没有，就是很紧张的感觉。很紧张啊，因为我第一次，应该不是这个第二次啦，但是也是第一次接触三立的八点档，然后我才发现，就是真的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情。大家有什么投降合作起来的感觉？喝起来很好喝，没有啊，谢谢他，因为我就是荣登 NG 网吧，目前屁啦，没有好不好？太惨了，我很少就是当天拿到纸本，然后这样，然后我觉得大家都还蛮厉害的。他太谦虚了，我是说真的，是一个身为一个不会讲台语的人，真的很厉害，所以不会讲台语。其实我觉得大家一直对我都有一个误解。这几年找我演了 N 档的台语戏，其实我不会讲台语，你们都误会这件事情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其实很厉害、啊，厉害，因为刚看你们台词超级超级多哎。我的台语，你是会讲台语的人对不对？对。他听我讲台语就知道，其实都那个音都是一直飘过去。但其实我以前一开始也是跟你讲、哦，真的吗？我会听，但是我没有那么会讲，然后我也是一路一路纠正、啊，然后所以你的一讲，就说哦这边就会知道有飘走。我现在偶尔也是会走音，会吗？考生哦，Junior最就是一进组对戏比较多，其实就跟嘉文。你知道嘉文其实是趴趴山男神收割机，我大概知道。他目前，他以前你用自己算一下，你有几任追求者？我不想数。认识他的时候就已经常常笑说他是我的女神这样子。你不是要跟我一起演？你要演宫女耶？对，我要演宫女。其实是我们心里的目标。大家知道吗？其实我一直要走那方向很久了。对，然后我要演一个很 man 的太监。对，有望成为第六任追求者吗？目前？哇塞，你就累积到这么多任哦。我其实你是说剧情还是现实生活？当然是剧情啊。我现实生活单身，好不好？也不开放真友，也不能泄露出来啊。不是，我一直说那个你第六任哦，对啊，你不是第六任。等一下 ，OSK， 这个我想要上诉一下，快请小编帮我上诉一下。很多人一直说吴嘉文到底要嫁几个老公？啊、我从头到尾只有嫁过两个老公，第一个是张震，他现在都不想跟我结婚，然后还逼我跟他离婚，说我跟他也没有办婚礼，戒指还是他妈妈帮我们买的，所以那是一段失败的婚姻。我认认真真也只有嫁给了李建华，好不好？江宏杰，我们只是那个计谋，那个没有真的结婚。知道还不知道我们未来的走向？你不用解释这么多，没有。想要知道更多，就是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八点的时候准时收看三立台剧《泡蛙虾》。哎、欸，有人在偷拍、啊。我有人在偷拍、啊。哎、欸，那这个波动。对啊，因为我不知道状况。真的是。